像，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憔悴，而且呢，感觉是非常的操劳的，也有呢过劳一些警讯。不过，现在日本的疫情似乎是越来越糟糕了，因为昨天呢，全国的确诊人数是首度突破了2万大关，现在疫情也是相当的紧绷。我们带你来关注。